让他把那盖子给我叼过去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没菜了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拖个技能，头一击打不过 QA 的瑞文，不好意思。怎么这么多枸杞呀、啊？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。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。老猴。太跟我拼，老猴！他发声了。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了。哎，让他打来，这波可以让他打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算了，溜了。本来可以一个红宝石加个皮海，这回要等一等，因为我们车没补着。猴一级无敌，那是因为那瑞文一直拼，瑞文挡一波技能，那 QA 打不过，太快了，冲速太快，而且被动有加攻击力。猴啥玩意儿呢？加点老破护甲没啥用，还是慢慢叠的。我该怎样继续学习？选择你自己的。嗯，好好好，攒一攒，一次必要的突击。嗯，来老猴补刀啊，闪现，你我闪得快吗？我这叫灵光披风闪现，老猴。往日的负担。我看人家一顿在那抽月兔暴击，我们这啥也没有。回家，
斗志还没有失去。这个老猴不打断我是对的啊，打断我没什么意义。Enemy double kill。他不如多补点兵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爬不了，跑了。这猴怎么生了呢？哎呦天，呀！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。踩，上头了，不回头。谢谢我猴哥。哎，这猴经验很奇怪呀、啊，怎么经验他们比我多呢？我杀他四回，他经验比我多。浓厚的死亡气息。选择你自己的路。他这边经验还是跟我差不多，因为他吃着了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这经验有点离谱。吃口饭。Shut down。关键这都是单杀经验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撑死也就压个半级。根本压不了多少，也就压半级。半级可能都没有。三分之一。以暴止暴。消失了，猴哥，猴哥人没了。还没有。那猴哥这波人要是没了的话，那我们压的就多了。这波如果他不出来，那就能压一级大概。炮车没了，哎，失败！在等待着我。老猴子，不让我补炮车！老猴子，老猴子，去！老猴子，老猴子，不让我补炮车！一波把你的双棒都给我拿回来！Unstoppable。 为更大的良善，谢谢螳螂的双棒，要感谢一下。吓得我他妈纸都撇出去了。
我吓一跳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们也跑不了。为什么我才150块钱？啊，因为7-11。看来这把我们得无敌呀、啊！水银骸应该是必备了。我已经流浪跳过去如此之久，漏刀是不会漏经验的，有吃经验的位置，光漏个点刀都可以啊。这猴子，他们已经跨过那条线。这猴子去中路吃了一手一血塔。捷报频传，不用捷报。我的斗志还没有失去。这马尔扎哈有大吗？500块没拿到，闪的有点快。西寡妇，哎呦，人有点多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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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人确实有点多。车之将，后车之师。马尔扎哈没杀着，挺遗憾的吧？只能说是挺遗憾的，有点遗憾了。剑知其主，惹赛来全杀了，你拉倒吧。完了，猴哥要干我。完了，让猴哥给干了。哎呀，这波被猴杀了，有点烦呢。其实是这个样子的，惹赛被我们杀过，我们不能全杀，那惹赛也不能全杀。能理解不？哎，把猴杀了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
套了，没下去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哇，猴哥猛啊，猴哥900派克啊，把这拿了。先把中塔推了吧，我们可以把峡谷先锋打了。翻盘，翻盘那是随随便便的，只不过能不能无敌这是一个问题。大爷的，跳蛋，哇，哎，这有问题，这有问题，我靠，闪现啊我，谢谢，我就是肖恩的飞机，哎，谢谢肖恩的飞机。五合计，给我闪现位移，把波尔比当成蛤蟆玩，这兄弟。前车之鉴，后车之石。下一件来个黑切。杀戮可以打。接好喽，跳，哎呀 ，nice， 猴跑了，给这老猴子跑。过这寡妇啊，先拆塔来，轮着妈跟我拆塔，拆完塔我们撤。走，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救一下卓拉斯吧，省着那猴子过去要杀他。这个派克好像能斩我，是不是？
不知道寡妇有没有大呀。哈，红成绩是没有用的。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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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们都是嗨通。来就完了，这是一波打大龙的机会。对面一定是没有意识到的。我们先下来，先把龙打了，干鸡巴啥呢这？哎呦！这螳螂啊，我是真是服了来。你管有没有血的，人家又没打野，你给龙先拿了呀？你有没有血的？真牛逼！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？我已经流浪了如此之久。先把黑接足了吧。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该回家了，来个黑切。现在这马尔扎哈打我疼，别人打我都不疼，就这蚂蚱打一疼。蚂蚱打一疼好痛啊！刚才那一个亿，他怎么给我亿死？看着伤害，寡妇有大呀，对面没兵线呢，对面没兵线，对面给人打啥呀？他们也推不过来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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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控死了，没让我动弹。控制有点多，你控点，老年人水银，我只想着我的水银可以解马尔扎的大招，你知道吧？别的我想不起来。
还能解什么呢？我们先给自己啊，先定一下子。首先，我们可以解寡妇的 W， 可以解沉默，可以解马尔扎哈的大招，可以解波尔比的减速，可以解派克的 E 和 Q。啊，明白了，这就明白了。双手沾满了罪孽，那波尔比搁这干啥呢？如此之久，三个猴，我该怎样继续前行？八百，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小龙。别让对面拿龙魂拿的那么舒服，虽然可能这个龙魂还是得掉啊。这波比不想活了是吧？还有这寡妇也不想活了是吧？都不想活了，该咋来继续？就剩个猴，剩个派克，还剩个马尔扎哈，能干嘛？我都要到家了，你怎么的？你旁边有队友啊？啊？是不是有精神病？怎么一直追呀？哎呦，这人伤害是真的，真高，是真高。这都能给我画上。磨刀了，这种血量出有磨刀，哎呀我不夜哥无敌了呀。前车之鉴，为了一些已经迷失的人，你奶奶的，你敢抢红？这老猴子还敢拿红 buff，
拿下！哎呦，这马尔扎哈伤害真高！没有这马尔扎哈，我早就无敌了，就这么个玩的。我不信，提供40%的韧性和减速抵抗，来这个吧，韧性高一点。先走啊！这顿追呀，我操！越界！上来！哎呀，跑不了了！可血战斧没好。龙魂了，不太好办呢。刚好不容易把那马尔扎哈给杀了，你知道吧？前车之鉴，后车之师。俺们家这螳螂打不过波比，我天！没跳上去，这波有点慌了，这个跳没跳上去。我打他们家三个其实没问题，只要是满血。主要是什么呢？主要就是这个马尔扎哈，我得先把他杀了，杀完以后还得杀寡妇，现在然后剩下这三个人我们可以打。不幸了，GG了。控制太多了，尤其是带减速那蚂蚱。给你们结个账。